为着庆祝三月八号妇女节，云林县政府特别提早伫今仔日举办妇女优先系列活动，邀请到县内各行各业表现杰出的妇女，前来县政府进行颁奖感谢。同时，嘛伫三月份推出包括店家优惠、新人课程、陪伴咖啡站等等针对妇女的活动，就此向县内妇女献上上大的感谢。影片内底每一位拢是长期为婚姻观付出的妇女朋友，即摆趁着三月将要来到的妇女节，婚姻观政府特别派人拍影片，将即挂伫各行各业为社会付出和拍拼的女性辛苦和美丽的模样记录落来，便伫今日和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女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心？如果你有心，其实一定办得到。做一个妈妈，不管讲你是做伫个咱厝的妈妈，还是讲你换一个啊咱。社区的组织拢总好，因为呐，咱就是吼，甲遐新书啦吼，啊，对咱遐老人啦吼，也是甲咱对咱的时代人同款啦。为了庆祝三月八号妇女节，云林县政府特别提前办理妇女优先系列活动，邀请到县内各行各业表现杰出的妇女朋友，前来县政府进行颁奖感谢。同款是身为女性的县长赵立新，也借此向县内的妇女献上上大的敬意。我们妇女朋友呢，可以说是呢非常有韧性，也非常坚强，在每一个哈啊职务上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自己也乐在工作当中，然后也能够非常知足。那同时哈，在扮演这些角色哈啊，他们都是扮演的有声有色哈。所以我在这里非常非常佩服。那我希望我们的妇女姐妹哈啊，平常呢就要多爱自己一点点。除了有颁奖感谢以外，自三月份开始，经受一系列针对妇女朋友的活动要来推行，包括有各商店的优惠、心灵课程、陪伴咖啡站等，希望借此让妇女朋友有受到重视的感觉。咱的女性朋友呐，靠咱这个优惠商家，拢有无同款，和各种无同款，和咱的小确幸的一个优惠。哦，对，他讲讲，受到宠爱，受到尊重安尼。另外就讲，咱有伫针对女性的这个心灵成长，另外就是有。咱拄只有看，咱有看到咱遮有陪伴咖啡站，希望讲咱借着这个咖啡，和咱女性朋友伫拍拼的时阵，会当休假休困一下，一下休困一下。即摆所规划的八大系列活动精彩丰富，希望借此会当和妇女朋友过一个快乐的三月。如果若想要了解进一步的资讯，会当上网络或者是到县政府的社会处做了解。记者陈玉华采访报道。